具备穿越时空的能力，你别过来！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，这个世界就是咱们的了。这个疯子，唐小姐，你看看这个世界的人，他们充满了自私和贪婪。告诉我，到底谁才是疯子？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广州之下，你的心情一定不用分析。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。金虫上头的货色！你们去死！这个臭婊子！哥，喊我是老爷，够胆你就再说一遍。你要拉我去哪儿？放开我！这花叫石桃花，据说刻在岛上就可以逆转时间，改变命运。这是你送给我的，我记得了。唐小姐，您真美，真的是杞人自有天相。小姐，您受了那么严重的伤，这么快就好了，顾二少能娶到您，真的是幸福。顾二少，都他妈给老子滚出去！你们唐家真会盘算啊！看我是督军府的庶子，还你这个破烂货来对付我啊！今天就要看看我到底有多烂！不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败类！说什么？金虫上头的货色！给我去死！你这个臭婊子！哥，哥，哥！够胆你就再说一遍！唐婉是老子的女人，你再敢动她试试！你要拉我去哪儿？放开我！你叫我声好哥哥，别打了，我心疼。你下流！我只对你下流。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自己弟弟的未婚妻，你不要脸我要！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。这花叫石桃花，据说刻在表上就可以逆转时间，改变命运。这是你送给我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木马，他终于睡着了。爸爸，我闭嘴！你这个狐狸精！妹妹，下次就不是一巴掌长见的。我家婉儿真棒，说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没有。我想，